政府建議申辦2023年亞運，預計改善和重建體育設施，加上營運開支就要用140億元。不過另外要用300億興建啟德綜合體育館和各區的運動場。政府強調搞亞運不會變成大白象。由許秋霞報導。十年前申办亚运输比多哈，之后协办过奥运马术，主办过东亚运。政府话系时候卷土重来。而家系面对不容错过嘅合适时机，值得再提出申办亚运会。用200亿喺启德起嘅呢个大型综合体育馆会成为亚运主场馆。另外，各區亦都規劃咗用100亿興建或者翻新室內運動場，呢啲開支都唔會計入亞運開支。就呢300亿咧，其實有冇呢個亞運咧？政府咧都有一個長遠嘅計劃咧，都會起。咁亦都大家咧，希望大家唔好忘記，最終嚟講呢啲設施咧，都係我哋市民得益。專為亞運而起的體育館有三個，連埋在場地加裝設施要用105亿，而亞運的營運開支預計要30-40亿。缺不搞缺乏長遠效益的華麗工程，主辦亞運會亦都不會生出大白象。政府亦都會找地方興建有3000个單位的選手村，除了私人地產商，亦會考慮由公營機構建造。政府估計主辦亞運會創造10000个職位，吸引最多69000个遊客，帶嚟經濟收益4-6亿。另外，門票同商品銷售會有大約8亿收入。有線電視記者許秋霞報導。運動員歡迎政府申辦亞運，但係立法會議員就不滿政府提供嘅資料太少。謝德俊報導。2023年辦亞運，香港嘅獎牌希望可能係佢。12岁嘅洪家德話：好期待。好開心啊！因為可以將我嘅目光放長遠咗好多，令我可以喺下年嘅每個比賽有一個動力，可以打好每一個每一站嘅國際比賽。香港政府完全有能力呢舉辦這麼大的盛會，作為土生土長的小朋友呢，是很好的一次機會。教練又話咧，除咗希望政府改善本土嘅運動設施之外，亦都希望政府提供多啲資源俾年輕嘅球手出外參加比賽，吸收多啲嘅經驗，對將來參加亞運咧都係一件好事嚟㗎。運動員話好，但立法會議員就有保留。我好多年都建議話學校要俾啲游水池，嗰啲唔肯嘅喎，佢好貴啊，冇錢啊，冇得保養啊。我哋又想去玩下都冇，一度搞到呢啲咁嘅希望工程咧，你又攞100几-200亿出嚟。嚟自商界嘅有另類擔心，今次就唔好再諗住有一筆仔咧，就算幾細都好，向工商界揼佢心口。你揼完之後咧，啲人都一樣係要話你有官商勾結，咁啊何必咧？咁啊，俾翻佢哋即係清清定定過日子。好多議員都不滿政府提交嘅資料太少，連財務報告都冇。政府就話時間緊迫，決定申辦之前一定會詳細交代。有線電視記者謝德俊報導。政府要申辦亞運，先要得到市民支持，未來6个星期會諮詢公眾。市民可以寫信去民政事務局的申辦亞運專責小組，又或者上民政局網站的網上論壇發表意見。諮詢期到11月3日截止。政府最遲明年1月30日就要提交正式的申辦文件。